你想象中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是这样子，这样子，还是这样子？不，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可以是这样子，这样子。This is my right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这是我的宪法权利。重要是那不但是一个价值，也是你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这样。在未来的宪法的想象里面，能够更有文化权，能够在人权清单里面完整的路线。因为我始终相信，经济可以使国家强大，但文化可以使国家伟大。这样，也可以是这样。我们就是在亚太这边是第一线面对中国，但是我们却又不愿意服膺于中国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我们要证明说，我们就是在亚太这个地方是可以做出很多普世价值在我们这里可以落实。我觉得台湾的国家重生就会完全脱胎换骨。未来由我们自己书写，由我们自己定义，是时候追回真正的自己，让台湾成为真正的台湾。